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吃的是 biang biang 面，然后这个是一个肉夹馍，然后这边是两个榴莲，然后这个喝的是老汽水。好好喝，今天天气也特别特别的热。我觉得好好吃啊！我点的是荤的 biang biang 面，然后它这里有几块大的肉，就是整个面就是肉汁味特别的浓郁。肉夹馍，这家肉夹馍我之前吃过，我觉得特别好吃，因为它那个饼皮特别的酥脆。而且这里面加了那个黄瓜条，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清爽。我之前没有吃过说夹黄瓜条的肉夹馍，不过好像是不是不正宗啊这样子。
好吃。然后最后来吃，有些人看到就想跑，有些人吃到停不下来的榴莲。你是属于哪一种呢？大家还记得第一次自己看到榴莲，或者说听说榴莲，的时候吗？其实我第一次，看到榴莲，哎，应该不。应该怎么说呢？应该说第一次知道榴莲这个东西，就是《武林外传》里面，你们懂的啊。超级好吃。说到《武林外传》，我最近还在就是回顾《武林外传》，就是大年不是是除夕的时候那一天，就特别想看，《武林外传》的那一期小锅包饺子那一期。现在有时候就当做背景音听，真的很好吃吗？
我要把它冰了一下。